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走来，见证了刀耕火种、河几百越的文明破晓，描绘了海上丝路、万国通航的繁荣景色，记录文化交融的风云变幻，珍存岳阳桥批的纸短情长，吟唱红船青石的历史记忆，谱写着锐意进取的奋斗诗篇。滔滔诸水孕育多彩的岭南文化，独具风情的岭南美食，在蒸腾的火气中绽放最浓厚的生活百味。巧夺天工的非遗瑰宝，精雕细琢，千锤百炼，举手投足展现时光赠予岭南人的精神风貌，用久经考验的台上功夫酿造最纯熟的岁月沉淀。佳节盛会的欢乐生平，点亮最美丽的人间烟火，为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书写属于广东的答案。立足千年文脉，建设文化新高地，用传承与守护不断充实中华民族精神财富，从前人的思想智慧中不断汲取思想力量，捕捉历史回眸，演绎时代新气象。啊，手指平就拆散个副菜。用发展与创新，不断打造越风越韵文艺精品。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织，多元文化在这里荟萃。锦绣的广东大地正百花齐放，共同奏响活力澎湃的乐章。人文湾区向更开放包容的未来敞开，文韵岭南，出彩广东。